皇兄啊，本龙来了，来了！小心！本龙一定拢真小心，安哪？怎样了？无啊，看皇兄是不是也咧封神？啊，一笑，那本龙就封神了，真正无不比。皇兄，那一时间我来我顾了，唔免担心，不弄一滴皇兄身边一滴保护，一种无形的侵袭，怎样拢防不住？唔免想伤济啦，不弄无事，皇兄一定卖无事的。是啊，幸好你无事，这也是国王的疑问。其实啊，本王嘛不是真清楚呢，虽然感觉似乎着真苦，甲王上所讲的同款，但每一次本王拢是看到阿母，就算感觉时间变长，嘛只是甲阿母讲惊喜话，无错啦，本王欢喜。所以令龙大人在梦中，应该是睡在幻境，也无幻想的行为嘛。幻想哦。小淡薄啊啦，脾气无较早好。伫这种时阵啊，本龙拢会直接搬出王兄，阿母就袂差咯。啊？啊？哈哈哈！安怎？伊真奇怪哦。只是突然理解，也许就是如你这般单纯的心性，才会你受到的影响，无其他的人这么明显。但在这世上，人越长大，心性就越复杂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要有多少呢？万免之啦，皇上身边有一个本王就够了。而且皇上是在讲什么讲话啊？皇上这嘛不是嘛真正常吗？其实，国王在幻境之中也见到了曾经真亲的人，真是了，谁啊？一言难尽，伊是国王最无想再次为敌的人。然而在幻境，伊站在敌方的阵营，伊拢是假啦，皇上莫相信。但有一点改不了，就是幻境中的死亡，确实对真实世界自己产生影响。王兄是讲梦中死去甲现实无关。国王问你，如果久病缠身的人一直认为自己的病情无机会痊愈，那迄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如何？哦，这本王敢若亲像度过呢，精神特别歹，口气特别差。敢若只要被死被死老狗日背，这就是国王面临的难关。什么意思啊？一次又一次，在幻境中当上神志死亡，就是对精神的消耗。随着日复一日的折磨，国王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躯也正在腐朽。那就卖想真些，打起精神了。中国牛在因的手头，国王也将灭刀位带回消息中，得知切罗与小作也沦陷，就将令请告何时？国王无把握，不是有军师因吗？啊呐，是讲军师带一批人出去救援，这么久了，哪会拢无消息了？